晚上好，让我们来。对啊，我都累傻了，你怎么知道我累傻了呀？你咋知道我累傻了呢？今天玩的太震惊，我要早一点睡觉。我今天，因为我昨天晚上7点钟还起来吃东西了。他说他听见我在这稀噜噜稀噜噜吧唧吧唧的声音，因为我7点钟，我太饿了。我洗澡的时候还吐了，因为然后就太饿了，我就7点钟起来吃了几个草莓这样子。我今天在那儿也没有吃，就小马斯夹了2块肉给我吃。最近可能肠胃有问题，我过2天去医院看一下。好了，刚刚，刚刚有一个工作的消息，好好吃，很推荐这个燕麦粥，因为太好吃了，没有下午那么肿了吗？我不知道，我今天一起床好肿。昨天晚上吃火锅吧，刺激了它，是热的。如果是不肿的话，那就是我的肉了。不会吧？我都这么不吃了，我脸上长那么多肉，我真的是在家里面一日三餐吃碳水，那倒是真的。做了肉的话，我希望它是肿，我们就这么看着吧。再过一个月，不，再过2周时间，再怎么也得消了。如果再过2周，那就真的是肉了，那我就要绝食了。
真的，最多给他2周时间，最多给他1周时间，哪有人肿那么久啊？再过1周，再不消就是肉了，我就要开始我的绝食了。但我在家真的很夸张，我在家一日三餐淀粉米饭都要吃两个，米饭都要吃两碗，一顿哦。鸡蛋一天吃7个。我当小记者，对，我就是小记者直播的时候，我的手机直播完了就没电了，还好我带了充电器，我就上楼去充电了。晚上好，很可爱，你会很可爱，他也很高。因为我妈妈就，哎，我这有鸡蛋，我们可以做煎蛋吃。可是我们点的外卖，你能吃下去？哎，可是还是想吃鸡蛋。加油加油！你连加油2个字都打不出来了呢。嗯，不不不，今天不是定了，今天只是那个叫什么？今天只是让我们互相了解一下，26号才是真正的选择。你妈就逼着我吃，你知不知道？嗯，看着我的手，你看这鸡爪，我是这么说。15克，我回来一下子就没吃东西，我适应不了。这边跟我们家那边吃的还是差很多，适应不了。然后人就一下子虚了很多。26号，对，期待一下。一块的粉丝来慰问我，那你们两个去慰问一下，你会不会厉害太多？我心里定了。今天看我又吃很多，今天吃了2片肉还是3片肉？这个别墅每天好像都很吃了3-4块鸡蛋吧。我不是偷，这叫吃很多。这是我一天哦。26号才决定的。对啊，我就刚刚有人说你今天看你吃很多，我就我今天吃很多。26号好像就是说不选的话，就是睡眠之后还是可以选的，就是看个人的。小马和奶瓶做错什么，让他们自己跟你们说。奶瓶也没有做错什么，就是我。只是我迁怒了而已。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声音很小吗？因为我把你们插在这个，我把你们插在这个。因为奶瓶不选我。然后这个盒子它下面已经堵住。好过分啊！而且说喜欢我，一直不选我。不，应该不用等吧？只要你有相中，不对，你有，就是只要你有觉得 OK 的两个人的话就可以。他说喜欢我，喜欢了。他说喜欢我，说了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就是不选我。可以听得见，是因为你们在这里听听，是不是超大声？我没有选他，因为他第一轮就没有选我，所以我第二轮也没有选他。看起来就是他的房间，看起来我头顶有点秃，其实我这边没有什么秃的。谢谢唐明老师的把个旁边来。对，我跟你讲说挺，我们两个都是写的第一个。但是咱俩一样急死，还好你会讲，我真的很社恐。马月宁，他自己在那个桌子上跟我说了什么？哎，那这个什么，我忘记是他说，他说说，那就不选不熟的人呗。太熟了，聊啥呀？是吧？太熟就浪费这10分钟了。但是他惹到我了，马月宁，不可原谅。我不会原谅的。我俩现在不熟。你妈，人现在一点不熟。
我补偿他了呀，但是他拒绝了我。我不相信，我想找个东西把它盖一下。对，他就拒绝了我。他在四个人里面挑选，把我踢了出去。因为他的人气很高，很多人都跟他合照哦。对，我头发很厚，但是我头发很开心，全没有。然后每个人只能跟两个人合照，除了他在跟他合照的四个人里面挑选，他把我踢了出去，然后把那张照片拍了一下发了房间。气得我不打一出来。到五多了。对呀、啊，我怎么能偷拍呢？我今天还是很那个什么的吧，拍摄成功。真的假的？张梦慧吗？张梦慧知道了吗？张梦慧没有问题，张梦慧也在为我操心。他是他一直给我发微信说你到底要选谁。给我出主意，晚上好。因为我们俩个高吧，就是说，我也是很想要找一个高个子。吃饱了。你吃饱了。我就不应该吃那个。我俩性格也很大。你跟谁性格大？我来听听。他们说我和李辉性格很大。那就你们俩了吧。是月老吗？你怎么回事？花前月下。谢谢。呵呵的荧光棒。他说我哪天不叫他来，我就叫张慧嘛。晚上好。我们两个。其实我们俩今天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就是今天晚上选的拍档有两张合影，然后呢，我们俩在合影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其实我们俩困，都是女孩子吧，但我发现李慧她比我大，但我看起来比她更大，晚点再睡。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能够像姐姐一样。哦，我今天真的，我看起来感觉在做梦一样，我是觉得我很。对，都是女孩子。昨天晚上我就是没怎么睡得着，然后我七点钟起来，太饿了，七点钟起来就吃了点水果。哦，你会看哪里早？你在我直播间听到了一个好熟悉的声音，那你猜一下吧。哦，他是那种童颜，因为他是那种耳朵圆圆的眼睛，大大的耳朵，就很可爱。我这算什么超山代金？我以前连续两天，以前就是录节目录的都时间都不知道是什么了，不知今夕是何夕，就不知过去了多少个白天晚上。但是九六的不是九八，但是这张我们两个差两岁，没关系。这是出了录影棚，就是我们是晚上进的录影。刚刚接了个电话，外面电话。我说啥呀？我给忘了。我说啥呀？谢谢。我说晚上进的录影棚，然后过了一个，就录的晚上可能六七点进的录影棚。然后录到了早晨，然后再录到了晚上，然后再凌晨出的录音棚。你就是时间已经让你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其实我是九九的，所以我跟李慧差三岁。我就是求别人，我不管。对啊，就亲你的时候。不断在努力，狗不理我想往。OK， 握手。这是你们的手，这是我的手，握手。还有我们一拍戏的时候也是在外景就还好，但是如果是进棚里面拍的话就真的是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哦，对，我肠胃就是那个时候出了问题。今天张志杰他邀请我说咱们俩再唱一遍新娘不是我吧，
我本来是不想唱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啊，这行业就是这样，所以身体是本钱。然后呢？我觉得身体是本钱，所以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他就唱起来，不是我，你想听，下次直播唱给你听吧。今天跟提提聊得开心吗？聊得挺开心的。哦，我就是知心大姐姐，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说。虽然我看起来不太成熟，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成熟很多了，吧？你是故作成熟？他说我故作成，不，我是真的成熟了。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认识的缺陷，我是中间力量，所以往成熟。我家里有弟弟啊，那不算是小吗？我这房间真的像是富商间一样，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我以后要是穷困潦倒了，我就把这些衣服全部卖掉，我就有钱了，对吧？你说的不无道理。所以哎，我现在又喜欢拆吊牌。我有段时间特别不喜欢拆吊牌，我的新衣服都不拆吊牌，因为就是怕以后如果穷困潦倒了去买二手的话，卖二手的话带着吊牌能卖得更出去一点，对吧？但我现在又喜欢带吊牌，我现在又喜欢拆吊牌，因为我觉得不舒服，没有吊牌。但我的外套我基本上吊牌都没拆，只要它不是特别的在外面。哦，我刚摘了，区别不大，因为我眼睛就是好看。就是我现在为了我的偶像事业，就是这些衣服都是我的投资，你知道吧？都是我的投资。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慢慢的，如果以后穷困潦倒了，这些投资就回本了，就是再变现，对，然后再变现，然后到时候再用这个变现的钱去投另一个资，这样子。你今天没有看直播？你为什么？我最近不都是在淘宝上随便买的，好舒服呀。这样直播吧，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自己太肿了，或者是太胖了。因为我不认识那个小宝贝，他也不认识我，我们两个就是说面对面一定很尴尬，那我们就背对背。叫哪个小宝贝啊？我也不知道那个小宝贝是谁，一眼会要脸。姐姐，我们姐在直播的时候是她的眉毛最明显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姐姐，张默今天开电台了，我还不知道。他下午还给我想到了呢。姐，看镜头。妈妈的脸要肿成你的脸一样大，比较高大上，比较的有修养。生日，这个小伙子叫啥呀？叫姐姐，走。插队的哥哥，真乖。他脸才比我小吧？我说比例，我的比例就比他的脸比例小呀。你们知道怎么让一只猫听话吗？就是你感觉它要走的时候，你提前说一句走，这样它就是在听你的话，不是挣脱你的怀抱。哦，对，就是这个，长得很漂亮，大家都
对啊，对，就是这样。梦中情，你这个夸奖我都不好意思了。梦中情节是啥意思？我想这咋是预判呢？这不叫预判，这叫给自己怎么给自己赚面子。这个火锅蘸料啊，很绝，真的很绝。我今天晚上，我又怕我牙疼，今天晚上又想吃。他临时反悔，你反正是让他走。他如果不走，哎呦，你好爱妈妈哟，你就这样子说。他如果走，你就说，哎呦，你好听话哟，你这样子。知道吧？我可以开服装店，我可以开二手服装店，但是要等我腿团了之后你再开。我想，我也觉得我像个鸡蛋。我自己安利我自己呢。对，毕业毕业毕业。说去网上搜一下嘛，就非得让我自己安利我自己，我觉得有点尴尬，有点怪哦。可以加群吗？一整个要进行结账。对对对，就是惊为天人。我今天为什么害羞了？我哪里害羞了？没有害羞。我哪里害羞了？我可不是会害羞的人。没有，我们俩就叫经验吧。我最近睡觉有一点点口呼吸。我就是睡觉，睡着睡着，我突然哎，我这个嘴巴怎么是张着的？不知道呀，我担心我变丑，口呼吸会变丑。我没有任何觉得这个啤酒名字不好，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惊为天人叫这个名字是。我刚拔牙那段时间都没有口呼吸的。就是不太行，不会很上头的名字。不行，我们俩要叫一个就是不是那么好的。我们俩叫念青啤酒，看见我就醉了。我之前不口呼吸的，因为口呼吸嗓子会痛。因为我唱歌的话，我会对嗓子比较敏感。哒哒哒哒，对啊，我是松鼠。我说我今天比那几天要肿。完蛋了。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家，我一回家人就不对劲。哪里对称？很不对称，好吧，算了，不给你们看。我这两边肿得很不对称，而且是我先拔的那一边会更肿一点，你们敢相信？对啊，拔智齿。先拔的那一边更肿一点。反正我觉得不合理。我也想问他还有多久才能好。我就是有经验了，所以我会。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医生手法有问题。我是平时很累。咋还有一个草莓啊？坐在。哎。有这个，你要不要吃啊？叫什么来着？牛蛙什么？香辣牛蛙什么？它不是辣的。哦，好吧，那就不吃。
主要是它放老放着，我就担心坏。我把那个吧，把那个草莓洗了吃了。你要吃吗？不带我吃。就是说凌晨六点钟你下来开始吃草莓，我真的有点。对，我在家里面拔的那一颗还好一点，我觉得很神奇。你们都是这样子，那我就说你们以后要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劝你们，就是很累的时候想睡觉，就在口罩里垫一层。我们昨天吃了火锅，所以有一点。肚多大了？还有水。太重了。太痛了，就很痛。高中他做自主睡也不流口水，平时谢谢。我也是坐车才流口水，平时不流。我睡觉绝对不流口水，他这也不流。他好像。我忘了是哪一边来着，跟我说的牙根留在里面，牙根没拔出来，我忘了是哪一边来的，应该我给忘了，我的妈呀，我脑子不好使，而牙根没拔出来。还是搞不出来了。他说没关系，他说不用拔出来。下次可以给我品尝一下流口水吗？这样吃完了会不流口水吗？我就是千超标，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不会长了吧？慢，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千超标，我这么鱼，直接给我买一盒，这么便宜。感觉没啥口音呢，不知道。因为我就是不太爱讲，不是不太爱讲，你不知道，是小的时候就没有怎么说我东北话。再看看呗，再过几天看看呗，我不能天天找人家医生烦的，对吧？不会扎嘴，为什么不扎嘴啊？我都感受不到的。东北人就是欠超标，所以导致我现在就是头脑没有，头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换一家医院，然后再换。就很烦，我很烦跟新，就是很烦建立一段新的关系。你们难道没有小的时候吃辣条、吃垃圾食品、欠超标的吗？但是我之前百度了，就是法文说是，反正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当时就百度了，反正好像说是。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没有当回事儿。我忘了，很久了，真的很久。你不觉得真的很久了吗？有，终于有一个好人了。你小时候欠超标，我跟你说，我欠超标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从小到现在都不吃辣条，好多好多好多年不吃辣条了。过几天吧，过几天我一起连着肠胃一起去看，好不好？我爷爷有一个弟弟叫三爷，他太疼我。他每一天都要，除了我爸爸妈妈给我零花钱，他每天都要给我非常多零花钱。那会儿小卖店非常流行辣条，我天天吃辣条，我当饭吃。怎么才能能却显得热的？也不流行。我的病历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啊！我的病历都忘记放哪儿去了。如果换个医生的话，肯定要给那个医生看你的病历啊。没吃过。你一次吃50包，你明天就铅中毒。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如果你去旧的医院的话，就没关系。我不希望你们为所欲为。真的很，真的很那个什么。谢谢您的25个关注呀。不是啊，你去新的医院的话，你肯定要把你的病历。就是你之前是怎么弄的，要给新的医生看。而且我吃完辣条马上上脸，我脸上就会白一块，一块白，就是会一张脸，然后一些小白点。他要是整张脸都白，我也很开心。因为他是小白。算了，不聊了。大概就这么定了。不行吧？炸鸡腿嘛，我给你们炸吧。我现场杀只鸡给你们炸鸡腿。solo， 我准备跳什么了？还没搞。那不让录音，我在想要不出去录一个音。但是我最近因为来姨妈就一直很虚，唱歌就不太好。但是
等姨妈过去了，我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去做这个，做这个那个啥。4.17好快呀，我感觉。上一次的那个鸡腿大家都说好吃，说实话我没有尝到，我不知道好不好吃，我没有尝到那个。那个还是我提前一周跟那个店家约，我说那天需要3百。想着热的，这么好吃吗？原来这样。大家也说，就是说没顾得上自己吃。但我去年自己给自己弄的还挺好的。我就免疫力很差，最近。花那种花胖。就是我免疫力可太差了，我最近。所以我对我去年的那个还不错。今天盒饭很好吃，要不这样吧，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都点饭，然后把饭留到我的生日公演，这样子每天有2盒饭，这样子到我的生日公演大概就60盒饭，这样子就可以给大家吃。总花费我都忘了，反正好像多少，可以吗？然后我就是挑选，我就是非常喜欢。你们在干嘛呀？送他就是差不多零。我的饭到了，待会儿去拿。我没有不喜欢粉丝，但是我是抽60个粉丝。山里的。我也想准备睡了，我的眼睛现在戴不了隐形眼镜了，我觉得戴久一点就好痛了。而且我要早点睡，早睡身体才会好，人才会漂亮。我今天觉得自己好丑。想个主题，我这一次的，我再想一想，再商量。找不到我的框架眼镜。演出内容吧，想一想。今天刚把那个东西报批完，抽60个人，我这别，这样很可怕。你说你想要的，偏偏注定要落脚。今天好多新买的题，肯定是因为我就是第一套衣服好看，就这套衣服不好看呗。累坏了吧？是不是？我隔两天吃的很开心，天吃很开心，但今天那个火锅，因为我们那个锅太慢了，根本就没熟。所以我没怎么吃火锅，还是点锅。你点的饭到了了。一会儿关了不会去。哦，我一直在吃那个瓜子，我吃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周香也在吃。周香，让他来我们房间玩吧。你邀请。你等会儿，等会儿。正好我让他帮我把门放下。要还债。因为他今天写了我，但我没有写他。但是我就是因为小北一直在催，我就随便夸夸夸夸夸，就有一点点觉得对不起人家。真的假的？原来是这样子，谢谢。哎，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周香，我还在的时候他就来了哈。周香是北84期，我是北82期。你在，他在。我在的时候他就在。他在，对北京又有人来了，难受了，我非常的难受。那我们应该能够顺利回去吧？那我不知道，我过两天要去大理，能不能去？什么？你居然有对象？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好像失忆了一样，就是去年吧。我能出去，那应该怎么回事？可能身体状态也不好，人状态也不好，然后
就有点生理性失忆了一样，就很多事情都记不住，就是肯定很多人跟我去说，有的时候就是昨天的事情，可能我今天就有点记不太住，就这样。然后记我也记得特别的慢。所以我就是很震惊，原来你就是你很强大，可以兼顾在对象、小偶像中间一个作用，和你都是合理的人。啊，那我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呀？我觉得我老了之后肯定会容易得老年痴呆。我要多多打牌，预防老年痴呆。夸奖一下，夸奖一下，就是我粉丝魅力大。天哪，你的要求有点高了。那就是说，我们明天开始，要复习幻境。为什么你？死抠。很给的对象嘛，因为你可能平时不去看公演，或者是你没有参加线下活动。分两天把它抠完。或者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找一个。你可能就是。让自己相对比较轻松的这样子的方式，去合理分配这套公演的精力。不是。就我们。因为可能首演那几天就都是，就是卯着个劲儿，然后每一首歌都是哇一百的那种体力，然后完了之后，后面就发现人就不行了。之后再这种跳的，你就越跳到后面，你就觉得人哇越不行，就发现其实很容易吃不消。所以我觉得得分配合理分配自己的精力。就比如说我们后面不是也开麦吗？我就觉得，其实这场公演你又要去。唱又要去跳，其实就很累，一首都很累。如果你从头到尾真的是顶不住，因为你说你碰不到，那就证明你不想去参加，就是得合理分配他这个精力。姐妹，为什么？就是说你们在一个小你们分手了，你们还要一起喜欢这个？而且，你知道这场公演就很经常。大家，我跟你说，我们每一次从舞台去到后台，第一永远会听到就是听到这种干呕的声音。对，我每次都是干呕哇，然后就噗就可能就是过年前没吃什么呢，但是也就只能吐出什么水啊什么之类的。不是，知道小偶像是张大就行，要不然惨。不是说前四首难一点，后面的简单。我跟你说，你们觉得目光难不难？就是很多人可能他觉得，目光很轻松啊，但目光是超级累的歌。他不是说动作难，他是就很累，因为你要 hold 着那个镜头，就是嘣嘣，就这种，就真的要这样 hold 着跳，就跳两个钟头就很累的那种。他不是那种看着就那种柔柔的，不是这种，就这种。他用很强的控制力，就很累。像我们跳那个叫什么来着？跳第一首歌《幻境》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编舞老师怎么教的，我们就是用编舞老师那种，就是手抱高高，就是这种，就是用他的那个使劲方式，然后就是细节什么都是。他的那种就是教的那种方式去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跳半段副歌我们都受不了的那种，就是哇，我说这以后怎么跳啊这种。但是后来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自己就，因为你真的精力你要分配整场公演，我们就自己就可能就找了一个就是可能所谓的就是比较偷懒的实力方式，就可能就没有老师那种呱呱，就那种嘟嘟嘟，就是那种。我们编舞老师控制力都是超强的，你看他给我编的舞也是给我大家编的舞，就是咣咣咣咣咣咣，就这种。23:23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去跳的话，可能一首都坚持不下来，可能能坚持一两首吧。一整场公演的经历的话，一两首跳完之后，特别是你还想开麦唱的话，一两首跳完之后就没了，人就没了。所以我觉得肯定很多人就会想。
他们好像也没有跳的比我们老师那么好嘛，他们在这喊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我是22岁，我可不是22岁。我们没有办法像编舞老师那种跳法去在公园上跳，因为我们要兼顾的曲目和方向很多。如果我们只是纯舞者的话，我们也可以那样子。也不是说可以那样子，就是反正我们肯定是没有编舞老师那么厉害的了。就是如果我们是纯舞者的话，我们也有那个精力，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跳。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编舞老师肯定是比我们牛啊！人家，我跟你说，我们那个编舞老师我好喜欢的，他好牛，他控制力一级棒。我后面很多跳舞的那种就是发力方式都是跟他学的，但是我觉得那种不能跳多了，就是不能在公演上就是用到每一首歌跳多了。你看我们编舞老师跳一首下来我都看着他都，但是他们体力真的很厉害。那你们就可以对，就是他不，那我不是没我反正是觉得很多的东西你不能够去做那个横向对比，就是你不能那样去对比。你首先你说没有编舞老师跳得好，我们当然没有编舞老师跳得好，我要是有那本事我还得了。其次我是觉得我们的公演不能用那种方式去跳，如果真正儿八经用那种方式去跳，别说第16、16首歌完了死在台上，我们可能第4首歌结束就会死在台上。嗯，你给你努力一点，就是不要那么疯狂，让他看见你正常的模样。但是你要是……而且我们不是舞者，我们要开麦，我们还得注意镜头，我们还得表情管理。是吗？你不要欺骗小女孩。而我是觉得我们队的小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就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太聪明，就是比较耿直，然后就可能脑子里想着什么就说出来，就可能也不会去考虑很多，就是啊说这个会不会对我有不好的影响，说那个别人会怎么。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是都想要把这场公演跳好的，没有人不想要把这场公演跳好的。就是说可能现在确实我们大家每个人的水平确实参差有齐，参差不齐，就是我们队伍跟队伍之间区别，我们确实水平就是有不齐的地方。你再纵向区别，你跟编舞老师区别，那我们肯定是比不上编舞老师。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每个人你去很像去那样子去比跟自己，我觉得是进步很多的。你说一个最不擅长的东西去跟人家最擅长这个东西的人去比，你要人家1个月2个月达到那种水平其实是很难的，对不对？但是人家慢慢来，其实比我昨天的自己进步10倍，再比明天再比今天的我再进步10倍，对吧？MC 会加强吗？我其实觉得我们 MC 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以前自己在台上，我都觉得怎么办，怎么还不结束？完蛋了，又要被骂了。现在我觉得我在讲 MC 的过程里面，我不会去想啊怎么办，会不会被骂这种东西，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在享受，
我是下台之后才去考虑这种问题的。我说啊，今天怎么样呀？所以我自己其实觉得进步很大了。反正我就是觉得，我们队的小孩可能很多都嘴笨，但是大家都是很想要用心把这场公演，就大家都很感激有这场公演，大家也都很想要好好去对待这场公演。你说，如果是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啊？哎，其实大家都有在吃，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说，说这个问题。说到底就跟我一样，都觉得大家还年轻，就都觉得哼，我能扛，我能扛，我能扛，都是这样子。等到真的不能扛的时候，哦，原来我不能扛，就是这样。谁也没有想过可能会自己的身体可能会去影响演出啊，或者怎么样，对吧？而且，如果，换一种说法，如果我减肥不吃东西，然后我公演的时候受不了，晕了，那是我活该。但我每天都在努力吃东西，但是我就是肠胃不好，吃一点吐一点。你做完胃镜那些东西，你会更不舒服。第三，你就算真有一点什么，你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治好的。那当然，我得想去治，那就是自然，我得想着找个时间去治，那我自然是要去的。你说，如果是，我公演前一天，就第二天公演，我前一天去玩了，或者是说，哎，我偏不睡觉，有觉睡我偏不睡，然后我第二天状态差，那是我活该，那我该被骂或者怎么样，该怎么都怎么样。但如果是前一天，人就是如果就是睡不着，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就是可能大家知道我平时睡眠有障碍，但其实对里面很多人经常都是一宿一宿一宿睡不着的。你不至于说我明天有工作，我今天故意不去睡觉。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就是确实，我们对孩子有时候可能嘴笨，然后有些看到啊，他觉得好委屈啊，然后就可能就直接就叭道一通委屈，也没有想很多，然后可能说的话也确实没有很周到。但是其实有时候咋说呢，就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很爱这场公演，没有人不喜欢这场公演，也没有人说我要不好好去对待它，没有，大家都很喜欢它，都很感激拥有它。我其实别人说我什么，我都是无所谓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我干嘛都说，我不干嘛也会被说。就是我干嘛不干嘛都会被说。我呼吸，他说我呼吸的方式不对。我说三个字，他要把我另外两个字扣出来去大做文章。我已经习惯了，可能但可能大家可能很多人可能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就可能心态会有一点点那个啥。我觉得，慢慢成长嘛，可能大家也要慢慢成长，对不对？我觉得有些就是可能很多东西我们确实没有做到很好，但是大家的态度没有问题，我觉得。每一次公演完了之后，大家都在疯狂的去看，就是公演录播，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找了各种录播来看了。然后每一次看到说啊，你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就会这样子。而且我们队，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挑战自己，就大家都没有在自己的擅长的地方去躺着吃老本，大家都在挑战自己不擅长的各种东西。甜甜那天，甜甜昨天还跟我说，他去报唱歌的那个班，就是那个地方，人家跟他说我也在报唱歌，我想哎。我说甜甜要去播唱歌，我说好棒哦，我就会这么想。然后现在公演上其实开麦的人越来越多，对不对？就是我的麦声有点小，我下次公演跟他们讲一下，把我的麦调大一点点，因为我感觉我的麦声跟大家的麦声现在不是在一个平衡点上。你去哪里了？哇！你先吃嘛。好。哎呀，小慧都在开麦啊！我那天看，我就是不是说觉得他可能不行或者怎么，但是我惊到了，因为我觉得新人嘛，刚来嘛，可能就会怕自己出错啊什么的，但是人家也没有，就会让我觉得，哇！对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着急，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我自己的发展的时候，可能粉丝们也会着急啊，对选怎么这个机会没好好把握，大家都是为我们好嘛，
就我粉丝着急的时候也是为我好，对吧？我自己都知道。但有的时候，可能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无力感偏多的时候，面对这种着急，好像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不是我不去做，也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我好。你就比如说，大家在身体这个原因上面去为我们着急的时候，但确实现在小年轻不怕死，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小年轻老二觉得自己体格倍棒，确实最有毛病的地方还是得承认毛病。你没有想，谁没有想到，我从小年轻的时候在团进团里面就是这么熬过来的，就是一宿就是这么再苦再累再不能睡也这么熬过来了，谁知道已经到了不是小年轻的年纪了呢，谁知道谁知道已经承受不了了呢，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担心什么呢，都先至少没有出问题嘛，对不对？反正死不了。你要骂我了，说这个狠。也不是熬呀，谁故意想去熬夜呀？我已经很惜命了，我跟你们说，我刚回来那段时间不是人特别不舒服吗？然后我去复习公演的时候，我通常我会一个晚上全部都复习完，就是熬到凌晨我也要把它全部都熬完的那种性格。但是我那天我是复习完几首歌，我觉得我不行了，我觉得我就要晕在那儿，我觉得我抵抗力实在太弱了，我觉得我再这么搞下去我要晕在那儿了，我说明天跳不了，我就直接回去睡了，然后我第二天起来我再搞的。这就是对身体状况的一种妥协，一种承认和我对生命敬畏心的一种进步，知道吧？还好我前几天还搞了几首歌呢。12点了，希望我懂的。那人家明天又不要工作的了。你们要工作，那你们就睡睡吧。好了，惜命。行，早睡。我明天不会直播，后天也不会直播，25号再直播。抱抱。